翻嘅下次雲來咧，我就請咗一位咧陌生少少嘅朋友。咁咧，但係咧佢對呢個圈咧就唔係好陌生啦，因為咧本身咧都有涉獵過嘅。咁啊 ，Andy 你好 ，Hello 大家好。Andy 咧都係半個即係表演人嚟嘅。嗱，雖然佢全職咧就唔係做啲表演工作，但係咧就經常喺度唱歌啊，周圍去表演啊，做一下啲婚禮嘅主持啊，咁樣係咪啊？唱下歌咁樣啦。即係呢個都係你喜歡嘅工作嚟啦，係咪啊？能夠將呢個嘅嗜好變成一個工作部分。係，係咪細細個已經即係想係，譬如話做啲表演行業啊嗰啲咁樣啦？其實好細個已經受屋企人感染，即係我媽咪又中意聽歌啊嘛，推我哋去唱下歌咁樣，咁啊大膽咗咯。係，你可以大聲啲喎嚇，陣間。OK。喂，咁咧就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暫時唔係俾你唱歌啦，係講下鬼故先，係啦，咁有機會咧就表演一下啲歌喉，俾我哋啲聽眾聽下嚇，咁啊你飽下耳福。咁咧呢個節目咧，我哋就係講呢啲鬼故嘅嘢啦，即係啲靈異故事。咁點解揾阿 Andy 嚟咧？因為即係識咗佢之後咧，就知道佢有好多咧，即係啲靈異嘅故事咧，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。咁首先想請教一下你啦，你係有冇陰陽眼嘅咧嚇？我冇陰陽眼嘅，不過自從有一件事發生過之後咧，咁一啲氣場上嘅嘢，同埋一啲感覺上一啲神啊或者鬼神啦、出現嘅時候咧，我係會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嘅頭痛嘅。係。係。氣場唔好嘅時候。好古怪嘅，就算我係個感覺係，無論係入咗神壇啦，係，無論係一啲好陰森嘅地方啦，係，陰森得嚟，仲要係點講咧？係感覺到有嘢先至會咯。嗯。咁就會有啲壓迫感同埋頭痛。嗯，即係你係有一啲 feel 嘅。係。係啦，即係會覺得有啲嘢唔妥，或者會唔會係感覺到，譬如有啲陰風啊吹埋嚟嗰啲。陰風就冇嘅。冇嘅。冇陰風嘅。壓迫感。係壓迫感同頭痛。係，我成日都接觸一啲比較靈異嘅人士咧，佢哋都話去到一啲地方咧就話，我覺得好頭痛，我想走咁樣嚇。我都會。但我係完全冇感覺嘅。我試過喺黃大仙廟。咁就。火鼎盛喎，應該好舒服嘅。但係佢係神嚟嘅。嗯，我係 feel 到佢係神嘅，因為好強、好剛強嘅感覺。但係我入咗去嗰、那個太歲殿啊，太歲殿咧下邊嗰度，最近嘅啫都係。我同我屋企人一齊去，咁就我入咗去，我諗十松啲分鐘，我就同我阿媽講：我頂唔順啊！我要出去我話。唔係因為焗啊嘛，唔係焗啊，你啲知啦，啲煙入邊唔係焗噶，其實煙熏我都唔驚嘅，因為屋企拜開神都係。我唔怕嘅。嗰啲煙係唔係屋企嗰啲煙嚟喎？好辛苦喎，我覺得。係啊，嗰啲我都唔怕嘅。你都唔怕。係，因為成日都去黃大仙廟。只係一入到呢個太歲殿就覺得周身唔自在咁樣啦。因為幾唔自在嘅，係覺得好強烈嘅感覺咯。咁跟住就會頭痛咯，開始。但係照佢神應該好嘢嚟喎。好嘢嚟，但係佢應該係有力量喺度，先至會影響到我。因為我係 feel 到有力量嘅。但係會唔會細個嘅時候咧，都曾經有少少啲同靈體接觸嘅經歷啦？細個時候。嗱，細個嘅時候咧。嗰陣時咧就真係比較細個啦，我諗應該都係十零歲嘅時候，十多年前。咁屋企人解釋翻俾我聽就話，啲氣流問題啫咁樣樣。咁有一次就都唔係夏天噶啦，都秋涼噶啦。打開個 lift 門咧，咁我都呆咗嗰一刻。有個好似人咁高嘅一陣，好似你見到啲點講咧，好似沙漠海市蜃樓咁樣喐嘅。幻覺。係啦，喐嘅，成嚿嘢喐嘅。咁就大概係一個人咁高，但係佢真係一個人咁樣嘅啫。咁隔離係冇問題嘅，冇唔會有喐嘅。咁嗰個嘢係喺我前面移走咗自己。海市蜃樓。海市蜃樓咁樣。海市蜃樓嘅一個人嘅物體，係啦，會搖動嘅，係啦，飄啊飄，飄渺咁樣嘅款嘅，係啦，係一個男定女啊？冇㗎，淨係一嚿透明嘅。但你覺得係一個人嘅？係一個人嚟㗎，係咪算係鬼啊？呢個？我覺得有啲問題啦，總之就成件事。幾點啊嗰時？嗰陣時係大概夜晚八點零九點。八點零九點，位置係？位置係我屋企架 lift 度。個 lift 裡面。唔係，我開 lift 門我就見到啦。你個人喺個 lift 裡面。我人喺個 lift 度，但係嗰嚿嘢喺 lift 出邊。你喺個 lift 裡面望到，一開門嘅時候就見到一個好飄渺嘅人形嘅物體，飄下飄下，係飄過咗咁樣。佢係一嚿嘢咁樣樣，跟住之後就行過行。行添啊！係。即係唔係飄？見到佢移緊。咁啊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基本上係一個人嚟嘅，只不過佢係一個透明狀嘅透明狀，但係喺冇樣冇成，淨係睇到透明狀嘅。即係男女都噏唔出。但係我睇穿咗後邊嗰個景象噶嘛，係啦，佢係透明嘅成件嘢。但係又噏唔出係男女啊，噏唔出感覺。我諗我呆咗十秒到啦，喺架 lift 度撳住咗開門掣，我淨呆咗，唔敢出 lift。
跟住後屘我隔多咗十零秒，我先出啲。咁嗰層樓係咪原本你住嗰層嚟啊？係啊，但係就冇乜特別嘅。不過我嗰度咧就都以前啊，好多跳樓嘅。係，介唔介意講係邊一條村啊？真善美。以前啦，以前好多。土瓜灣啊。係冇錯。哦。以前就比較多，咁呢家就少咗好多啦。呢家真係 OK 嘅。嗯。可能治安又唔同咗啦，以前就。隔離村的人走過來跳都會。你現在不是住在那裡嗎？我現在都還住在那裡。還住在那裡。還住在那裡。不過土瓜灣就好過死多鬼故。是嗎？是啊，我都來不來都聽到很多人說。那咦，那如果是這樣說，你可能那次就是第一次稍微是叫做可能是跟靈體，因為不是靈體是什麼大佬。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來的。難道就是魔術師嗎？我家人就說可能是一些精氣上的東西。精氣上精的東西。因為好像一些好像精氣上的東西，但是我又不覺得是咯，很透明狀的東西就。又不是這些很大霧的時候來的嘛。不是大霧的，很清楚的。很清楚的一個人。所以怎樣說呢，我家人當然想為件事圓方又好，避開他也好，或者他不想你嚇親，不要想了這樣咯。但那次之後就一直都沒見過，跟著靈體上的就比較少了，但是經常感覺到會有，還有那些瑣碎事咯，可能十年前左右，我二十多歲了，就是上班的時候，經常要 OT 的時候，就會有這些事件，不只是我一個人遇到，同事都有遇到。哎，講到同事那裡了，那我們調一調次序吧，因為原先想講一下你家先的嘛。是。不要緊，一樣而已。那講一下你工作的時候是不是？就在鰂魚涌啊。鰂魚涌。是。那棟是數字來的，那棟東西是。是啊，純粹數字而已，那棟東西。我們就這樣稱呼它都叫數字而已。那在那個大麥當勞附近而已。是。那大家應該都知道了，在那邊住的話就。近康怡咯，系啦，冇錯，近康怡嘅。咁其實都我哋成日以前做文員啦，成日都要 OT 嘅，趕美洲嘅選嘅嘢，又多咗少少嘅嘢啦嚇，又多少資料。好夜先收工啊？係咪好晏先開工？通常就唔係嘅喎，我哋照常正常時間翻噶，但係要 OT。咁咪要你要幾點收工啊？兩三點。咁咪好長工作時間咯。係噶，嗰陣時捱下冇所謂啦，靚仔。嗱，咁長工作時間通常咧個人啊～攰得滯，會唔會係又真係咁？因為咁嘅集體產生幻覺咧？有呀，嗱，有呢個可能性啦。但係有陣時候我哋都有足夠嘅射波能力嘅，唔係係足夠嘅唔翻工嘅事件嘅。咁我哋有陣時候會唔翻工啊，啊哇 ，OK 咗好耐啦，我哋可能晏啲先翻啦，咁樣都會嘅。咁所以有陣時候都會叫透足精神嘅。咁但係唔單止我哋一個 department 去 OT 嘅，仲有其他 department 一齊嘅。咁所以發生咩事咧？OT 的時候先一件小事先啦，咁好得意嘅，可能有陣時候有啲靈體上咧唔想你再喺度騷擾佢啦，因為都夜啦，佢哋可能都要出嚟活動。咁雖然我就聽過人哋話日頭都會活動啦，冇分日夜喎，冇分夜嘅，係啊。咁但係可能佢哋夜晚啊勁啲啦，陰氣重啲。係咯，你哋唔會壓住啲位先啊嘛。係啊，咁我哋嗰度咧就好似一個網吧咁嘅形式嘅，咁啊三張橫長台咁樣樣啦，一排咁樣。係啊，咁啊又。兩邊機咁對住嘅，咁我通常都好少坐後排，除非我哋好多人啦嗰日。咁我哋大概嗰晚我諗記得大概四至五個人啦，兩男兩女定係一男嗰一個男三個女仔，差唔多嗰男三女啦。有同事都結埋婚添啊，真係。跟住咁嗰晚係點樣樣咧？有一晚咁我 O T O 到點零鐘啦，咁大家都好興起咁啊，喺度打字啊，激下嘢啦。做做下嘢嘅時候，突然間後排啊～最後排嗰、那個嗰啲電腦嘅 keyboard， 被人打橫一掃，掃 keyboard， 啪啦一聲，哇！仲要好長嘅，唔係排一下咁簡單，係咁樣樣。即幾下嘅咯。打橫掃曬落去咯，淨係掃落啲 keyboard 啲字粒度咁樣，你聽到。因為個 keyboard 都係咁長啫，咁你一掃打橫掃，慢慢打橫掃咯。哦，慢慢嘅。咁樣樣，跟住。佢係啪啦咁定係慢慢咁樣掃？啪啪啪啪咯。即係有少少，你 feel 到佢係緩慢啲嘅，慢少少咯。Okay. 快得嚟有少少慢，你聽到唔係淨一下嘅啫。即係唔係嬲嘅啫，因為你知有時嬲咧咁噶嘛。少少，我哋 feel 到有少少，係咪應該有啲警號俾我哋咧？就叫我哋啊，你哋好閃啦咁樣。定係當時你哋有冇講緊啲咩？我冇講嘢嘅，我哋成日吹水嘅，只不過度就唔會講啲靈異嘢嘅，通常都咁啊，都中意聽下歌咁樣嘅啫。所以大家都意識到有啲嘢，咁就立即放工。即放工。即走啦，因為真係騷擾住啦。咁呢個只不過單小事，另一次就係搞我哋啲 mon， 又係後排啲 mon。
咁我哋後排有四部電腦，咁就一次過全部四個 monitor 開。想繼續收睇本台嘅精彩節目，請馬上登入 www.radio99.tv， click 入購買計劃呢一個位置，就可以選購你心愛嘅節目，隨時睇首播同埋重温。快啲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啦！